三刀抓到了吗？惭愧，让他跑了。老弟，你可是御赐的神捕精雀，你被调到这里已经2个多月了，刺史大人还盼望你大展身手呢。不怪属下无能。大人，我差点就被烫死了。哎，他来了，王超。参见刺史大人和上座大人，王超啊。 说说今天早晨是什么个情况，啊？说说吧，是什么个情况？王超今天正在抓捕江洋大盗彭三刀，遭遇抵抗，追打中不慎烫到了上左大人，王超向上左大人赔礼。赔什么礼？这么严重的工作事故！ 你就想轻描淡写的就糊弄过去了，大人。自打王超调过来之后，他管辖的范围就没好过，这就是一个灾星啊！上座大人，您的意思是本官用人不当啊？我没有那个意思，王超。 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公职人员，在市区人员聚集之处武力抓捕，伤及无辜，这就是你的失职。过失处罚加上上左大人的医药费，罚你半个月的俸禄。谢大人。好，开安全分析会吧。 首先呢，我们总结一下上个月的治安情况。
说这佛珠有多清贵，有什么可稀罕的？鱼儿，吃饭啦！吃饭啦！我们闽州啊，地处边陲，是连接吐蕃的交通要素，人员混杂，位置特殊。就在上个月，王超所管辖的范围之内，一共发生了15起盗窃案，8起斗殴，2起火灾，还丢了2条狗。但是萧捕头所管辖的范围呢，却1起案件都没有发生，这是个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啊，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情况？说。我的管区内有全城最大的2个市场，还包括云来酒楼、泰安镖局，再加上现在天干物燥。停吧！天干物燥。这就是你工作的失职，跟天气有什么关系？这有关系吗？天干物燥，阿信，上佐大人有意见可以提。积什么冻？偶感风寒。继续，阿信，我让你继续讲。没让你继续喷我。那么下面就请刺史大人做重要总结。部长，王超，你来到闽州时间不久，那么你要多做好民情社情的调查，有备无患，争取下阶段的工作有所好转。王超一定会按照您的指示恪尽职守。这就对了嘛，能力归能力，态度很重要。散回。娘，其实啊，这鸡腿我是拿来孝敬您的，只是刚才一时嘴馋，偷吃了一小口。你说哪儿来的？我今天跟小六打赌，他输了，所以他请客嘛。来，尝尝，尝一口嘛。香喷喷的大鸡腿，不吃可别后悔哟。好不好吃？我可警告你啊，最近你少出去。我听说呀，这张麻子府中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一壶老酒和2只烧鸡，昨天晚上他老婆的1只玉佩又丢了，气得他直跺脚。谁让他那么缺德的？再说了，他老婆那块玉佩缺个角，根本就不值钱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？也是小六跟我说的，他有一个朋友在张麻子府上做过杂工，什么事不知道啊？以后少跟这种人来往，免得他把你带坏了。行，听娘的，小六是谁呀？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娘，来喝口酒。
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杀了那个青雀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何时行动，我会定时通知。肖捕快，王捕快，不好了，刺史大人中邪了。在哪儿呢？啊，这边。哎呀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的浮屠在哪儿啊？我的浮屠。老爷，上河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大人他太奶奶留给他的浮屠不见了。老爷，无赖，我的浮屠。老爷，可咋整？老爷，哎呀，小不高，我太奶奶送给我的佛珠没了，这是我太奶奶留给我的唯一纪念呢。小不头啊，这指定是被人给偷走了，你替我想想办法。大人，小不头在这儿啊。小不头，大人，你一定替我想想办法，你一定替我想想办法。他是神谷青雀啊。对对对，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帮我想想。青雀呀，你一定替我想想办法。阿婶，限你三十日内必须破案。不，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，现在就去。陪你一杯，今天小爷开心，要两名菜怎么样？好啊，酒儿，给爷加两名菜。来了，五杯酒，全来两。哎，我陪你喝一个。在下王超。你就是传说中的青雀爷？是我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干过，这一阵儿没什么干，没什么太干。我只是问问情况，你知道什么说什么就行。最近城中有个飞贼，他就不偷钱，啥都偷。他就不偷钱，他就偷菜偷饭啥的。那你知道这个飞贼是男是女？是不是用飞针作案起？不知道啊，我没看着过呀。那你知道这两天城中可有哪户府上又买了什么奇珍异宝吗？呀，知道，有一个城南的郭老板，开米店的那个郭老板在湖上呢买两个杯，还买两个妖娆的妞。买了，要我看着了。你看着了，买两个妞。小不头，拿着。干啥呀？一会儿找个郎中看看去。谢谢青雀爷。
讲究的是人赃俱获，今晚我只有把你押回衙门才算完事儿。别欺人太甚。我看你身轻如燕，可惜了你这一身好功夫，不走正道，非要做贼。来，把手给我，我拉你上来。不要，你管！煽动别人的东西，这就是偷盗。如果你以后再偷，我绝不会手软。好，下次我才不会被你抓到呢。错，你应该说你以后不会再偷了。有本事你现在来抓我呀。
小朋友，我送你回家。小朋友，我到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红姑娘，刺史大人丢失了一串佛珠，你可曾听说过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那好，如果你知道佛珠的下落，请告知在下，必当重谢。你谁呀？干嘛？娘，他是不是来问路的？问路，进去。大晚上的问路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佛珠在这儿。哎呀，佛祖才不稀罕你那破玩意儿呢！我今天叫你来呀，是想让你当着佛祖的面发誓，不许生我的气。我再告诉你，红姑娘，我现在因为这件事儿，我都快喜死了，我没有心思陪你玩。哎呀，走啦！不是，走。下呀，准备好。那我说一句，你就跟着我说一句。我王超以后一定会对红鱼儿好。说呀，想不想要佛珠了？我王超以后一定要对红鱼儿好。无论他做错什么事，都不会生他的气。无论他做错什么事，都不许生他的气。好心没好报啊，我是特意给你送过来的。医术浅拙，无能为力啊！您还是
另请高明吧。夫人，王超说有要事要求见老爷。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，不见不见，谁也不见。他说佛珠找到了。佛珠，佛珠找到了。太奶奶呀、啊，这总算把你给找回来了。这个人怎么那么有意思啊，明明是串佛珠，他却叫他太奶奶，摸了那尊佛像，岂不是他太爷爷了。别胡说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妙。王超，这姑娘谁啊？就是这位姑娘鼎力相助，佛珠才得以找到。姑娘，你帮我追回宝物啊！你对我潘某人有再造之恩，本官一向赏罚分明。既然你立下了大功，本官就要奖励你。有什么要求，只管说，不要客气。真的吗？那小女子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大人能不能答应？说说说说说说。我想跟王大哥一起抓贼。这个不行。有什么不行啊？行。各位乡亲，各位父老，国法民女胡月儿，我官府成功侦破了一起盗窃大案，为本州的治安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我们刺史大人爱惜人才，奖罚分明，特聘胡月儿为本州特别捕快。下面有请刺史大人为胡月儿颁发特别令牌。瞧，这是我的令牌。还真是令牌，哪儿捡的？该不会是偷的吧？哎呀，什么偷的嘛！伯母，红姑娘的令牌确实是官府所收，现在跟我一样，也是。哦，昨天晚上我就见你鬼鬼祟祟的，不像好人。娘，你居然还偷了官府的令牌。娘，你干什么呀？人家王大哥可是御赐的神捕青雀，你要再这么无理取闹，小心本宫差以妨碍公务罪办了你。你打吧。红姑娘，不许对伯母无礼。伯母，您确实是误会了，红姑娘因为协助办案有功，刺史大人特聘他成为捕快。不信您可以去衙门里去问。那你以后要照顾我们家鱼儿啊。好的。但我警告你啊，不许打我女儿主意。你要敢打她主意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不敢不敢，晚辈不敢。快走。伯母。鱼儿。王大哥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前天城东回春堂报案说有贵重药材失窃，咱们去现场看看。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哎，看一看了啊，新鲜的，哎，都是自家种的啊，哎，是人，新鲜的水果，给你钱，谢谢。红姑娘，红姑娘，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。大哥，请讲。你现在已经是捕快了。以前那些小偷小摸的习性必须要改，咱们是执法者，不可执法犯法，知道吗？那
你要是答应我，以后每天都这么陪我，我就改。我是不……哎呀，我要是认真的。前天你们报案说有贵重药材失窃，所以我们今天过来就是看看现场。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，当时药材是放在什么位置？啊，好，官爷，我待会儿带您去看看。月，哎，人呢？出去了。哇！请你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早点都掉了。等我回头给你买。金叶猫，别跑！站住！哎，哎，当差的，道上的规矩难道你不懂啊？非要鱼死网破？什么规矩？为师勿言，穷道不追。什么狗屁规矩？少废话，自己铐上。阳关大道你不走，地狱无门偏自来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十里了，这次的贡品非常珍贵，
刺史大人让你我负责贡品的警戒护卫。哦，王大哥、肖大哥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鱼儿，你就别去了，大人要在府内设宴迎接使团。你呀，就跟我去醉仙楼挑选食材，好多好吃的。太好了，走吧，走啊。云州刺史潘世鹏在此恭候多时，多谢刺史大人。这位是本州捕头萧世美，那位是御赐神捕青雀王超。护卫大人在本州的安全，将由二位全权负责。有什么问题，随时跟他们讲。有劳二位，大人不必客气，请。这儿这么多人，咱们怎么动手啊？看我的。大爷花钱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喝马尿来了。哪里来的野葫芦，拿个破锤就敢在这儿撒泼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是什么人，竟然小看我沙卡。我花见月不是什么人都杀。别说废话，受死了。赶紧滚。怎么又来一个送死的？那么多好听的名字你不叫，叫个花月亮，听这个名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识相的快点滚。练子夺命刀，难道你是龙命阎罗彭三刀？知道爷爷的名字就好，今天饶你不死。带走你的人赶紧滚。这真厉害，把这些耽误事的全都给赶走了，想得天外。你们都做好准备，弄死的马队一到咱们就动手。好的好的，you
征途大地，藏龙卧虎，王捕快果然身手不凡，佩服。捕虎大人受惊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走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里交给守卫吧，去医馆包扎一下。走。是是。一会儿咱来个近水楼台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太好了。干什么？晃晃荡荡的。少佐大人，共社队伍刚刚遭遇强盗了。怎么？贡品被抢了？啊，贡品没事，王捕快和几个差役受了伤，已经送去医馆了。什么？哎哎哎！王捕快呢？人呢？我在那边。走开啊！大哥，大哥，谁把你打成这样了？大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大哥，才几个时辰没见，你就变成……三根肋骨，伤及肺，要想保命，就尽量别动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原以为你可以除掉那个情绪，可谁料到你徒有虚名，害得我大失所望。放我出去！下次我绝不会再失手了。东西你没拿到，这人你也没杀了，还想有下次？公公，王超的事我们可以从长计议，主要是贡品。放肆。是。放我出去！出去！这人留不得。放我出去！快点过来帮忙来！绑好，绑好啊！绑结实点的啊，结实点的小绳啊！这批贡品。用了多少件啊？大人，慢点，慢点。黄金、白银、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玉石，一共是153件。这么多呀？这是贡品名录，请大人过目。那不必，不必。都护大人收好就是。哎呀！啊，那个，啊，我不干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好了好了，这
真是七彩玲珑珠。最早是爪哇国的佛教圣，他的每一颗珠子都采自雪域之巅的万年寒玉，夜里会发出各种颜色的光，尤其是那月圆之夜，更是光芒四射。此物经过多代高僧诵经加持，带上它可以驱病驱邪、消灾避祸，甚至可以延年益寿。哎，好。刺史大人，潘大人，这可是皇上的圣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二位大人，饭菜已经备好，可以用餐了。都护大人，请吧。慢点，我在此照顾一下善后，你们先去吧。大人请。啊！刀哥，你受伤了，你多吃点。吃。姑娘，我自己来吧。哎，老兄，今天有惊无险，全仗皇兄神意，我敬你一杯，先干为敬。胡大人，您太客气了。确保大人和贡品的安全是我的责任，应该是我姓名。大哥，你妈妈出门时不想交代，不让喝酒。闭嘴！今天多亏王兄神勇，我敬他一杯酒又有何妨？再说了，这点酒又能奈我何？滚！皇兄，开怀畅饮。来，哥，来来来来，刺史大人，逼我大哥喝酒，哼，我让你喝。姑娘，你去哪儿啊？去哪儿让你管？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把我们红姑娘给惹生气了？明知故问。哎，哎呀！若是在下把红姑娘给惹生气了，那王某给你赔礼道歉。我今天就要看看王捕快的武功。是不是跟酒量一样厉害？啊！啊！你没事吧？走开啊！周围欺负我，刚才不理人家，现在又害我出丑。想着给你买点心吃，哎，再也不理你了。等等，让给我放一放。好嘞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吃什么呀？
这儿了，好吃极了，比刚才的宴席还好吃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这两天城中多事，你突然离席，我有些担心，所以就跟了过来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那既然是你自愿跟过来的，那就得奉陪到底。就现在要去城西看庙会，四十大人还在席上。那你不想陪我？好啊，你走吧，我不用你陪。你走啊，不用你陪。既然你还想去玩，那我就陪陪你。这还差不多。鱼儿，过来。娘，坐。什么事儿啊？一个女孩家，当什么捕快呀？以后跟那王朝也少来往。哎呦，娘。怎么就那么讨厌王大哥呢？月儿，你还记得娘讲柳寒烟那个故事吗？嗯，记得呀。这话说关中女侠柳寒烟和她的丈夫吴二爷被霸和五鬼围攻，五个人呢，情急之下，这柳寒烟使出了绝技玉女神针，走，五鬼当中的三鬼都受伤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三个鬼呀，一刀就劈向了柳寒烟的后背。红二爷也是拼尽了全力，一剑就刺死了庞老三。庞老三的刀刺到他了吗？那柳寒烟就是娘啊，和你爹绝命神剑胡仁祥，我们两个是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，后来被官兵围捕，你爹为了保护我被官兵有什么关系啊？月儿，别忘了，你爹是被官兵害的，那时候娘就发誓绝不和官差来往。你和王朝走得那么近，娘也知道你喜欢他，可你别忘了，在他们心里，我们永远都是贼。你们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有话，别跟他在一起。娘，娘就你一个女儿，娘不想鱼儿受苦。
刺史大人，就此告别。都护大人，恕不远送，一路顺风。走。是。撤。送客千里，终有一别。烫手的山芋，总算是走了。咱们回吧。小葡萄，何出此言呢？啊，大人，口误，口误。那个王捕头，东城昨晚又发生盗窃案，我有别的事儿，你去看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好。送供的队伍已经离开了，潘世鹏昨晚已经上钩了。我故意打翻了贡品箱，让他发现了箱子里的七彩玲珑珠。昨晚酒宴之后，潘世鹏就开始下手了。哎，喝多了，告诉你。我就是小捕头，你把上左大人扶回去。是，要不然他能跟我那盆栽闹一宿。不服，不服，对吧？大人，大人，谁不服？谁不服啊？大人，走走，回家吧。打打打打打，啊，咱打打打打打。大哥，不怕死，不怕死。就，走，大人走。哎，好好，哎，是是。都护大人，都护大人，接下来卑职该怎么做？既然你已经除掉了马三宝，那就接替他未完成的事情。我家鱼儿不想见你，官差他也不当了。捕快这种刀口舔血的行当，你怎么能给鱼儿幸福？走吧，以后别再来找鱼儿了。超儿，下山后要谨记，你是宫门中人，贵在心地纯正，匡扶正义。千万不要因红尘俗世而忘了做人的本分，这是我对你的忠告。切记，天理昭昭，道不可亏。徒儿，谨遵师父教诲。Thank you.
要送给你。行呢，你这不是，哎呀，快点嘛，不许偷看，装回去。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。好，你不要，那你的玉坠我也不要了。这点礼物不成敬意，下官升迁之事还望员外多多周旋。多客气。小问题，事成之后下官定当上门拜谢。我爹回来美言两句，小事儿，下官告辞了。好，我送你。哈哈，thank you.
硕，你怎么了？谁把你伤成这样？快送我去医馆！带你去医馆！这带你去医馆！我带你去医馆。今天来的梁姑姑让我送你上西天，我该听谁的？看见王超和红姑娘？不知道，属下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不过我感觉这两个人过从亲密，特别是这个红姑娘，来历不明，形迹可疑。小斧头，你是不是有点嫉妒人家？啊！你这，大人，钦差到了。钦差，大人，去迎接。赶快迎接呀！闽州刺史潘世鹏参见钦差大人。闽州刺史潘世鹏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吐蕃贡品七彩玲珑珠于来朝途中遗失，敕令镇军大将军陆清远奉旨彻查，闽州刺史潘世鹏全力协查，限十日内结案，无职者一律严惩。钦此。臣接旨。潘刺史，为了不扰民，本部五千人马驻扎在城外，五日后还要率军换防，还要有劳潘刺史五日内追回贡品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。大人，你是怎么了？这么紧张？你换了我，你也紧张。小五刀，怎么办呢？依我看，失踪的王超和红姑娘嫌疑最大。那天大伙儿都喝多了，只有他俩没有醉。我怀疑是他俩偷了贡品，畏罪潜逃了。那还不赶紧缉拿呀，全城缉捕。逮他。是。逮他。
你们大人喝得不省人事了，把他扶回驿馆去吧。我们大人有令，不能擅自离开。你们大人有令？倘若你们大人染上风寒，耽误行程不能上路，你们担得起吗？我替你们守着，把他扶回去吧。那就有劳大人了。佛珠还有精美，我来戴吧。啥都敢戴，不要命了？莫非这是贡品？你不要命了？妇人之见，你懂什么？这是稀世珍宝，比命都值钱。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消停点吧你。七彩玲珑珠哪拿去了？我哪拿了？我还以为你带走了呢。什么？哎，大人，怎么了，大人？怎么了？大人，传本官命令，封锁全城，带出所有捕快、狱卒，凡有案底人员，全部。这事儿得三思，立刻去办。快去，去去去！是。公公，陆清远那条老狗来了。回公公，陆清远是带着圣旨来的。我把罪责全都推到王超身上，这下死无对证，潘世鹏肯定混蛋，卑职接任的事还请公公您多多成全。你确信王超已死？要不然他不可能活着。尸首找到了吗？方圆十里都找遍了，可能被野狗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个有点难办。你居然敢顶嘴！
信不信把你断你的脖子？卑职不敢。既然这宝贝已经到手，我限你三日之内务必找到王超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否则你就跟潘世鹏那个废物一起消失。小六子，加点水吧。哎，娘，要不再多放点三七吧。傻丫头，再好的药也讲究适量。放心吧，你爹教给娘的这点绝技在这儿都用上了。娘，你真好，王大哥喝了你的这些药啊，伤口恢复得特别快。傻丫头，什么时候关心你娘像关心王大哥这样，娘就幸福死了。哎呀，等娘老了，我就跟王大哥天天伺候您，孝敬您。这还差不多。多亏了金丝软甲，要不然我真的就死了。大哥，看你伤口恢复的情况啊，再过几天你就能痊愈了。女儿，这几天我受伤多亏了你照顾我，谢谢你。你别说了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能受这么重的伤。这么想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，到时候只会伤得更重，死得更惨。王大哥，等你伤痊愈了，我们就去杀了孝顺北那个狗东西，然后咱们俩远走高飞吧。咱们去找他们，肯定会找咱们的。这几天你和伯母要倍加小心，官府的人一旦用公权作恶，百姓难免要遭殃。你安心养伤，不用担心我们。好。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道姑柳无烟吗？小名就是尹二娘。少废话，龚鱼儿呢？王超呢？不知道。抓起来！是。二娘被抓走了。什么？二娘被抓走了。
干嘛？这月爷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来，这不是清雪爷，你们这官府是干啥呀？咋的了？逮谁抓谁？这不行了，我得出去躲躲。有点什么意思啊？放小子一条生路。你们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想跟你打听个事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七彩玲珑珠？听过一点点。头两天听玉庄的堂主一眼清说，有一个打扮的相当严实的，捂着相当严实的一个人，去让他变一串佛珠。你确定？不确定。你想想，他鉴宝多年，他都没法辨别此物，那不就证明了此物就是七彩玲珑珠？那这个人的身份？那人打扮得挺严实，甚至连声音都做了伪装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他走的时候远远地露出了他那双脚底下的护人靴。难道是衙门里此人十有八九是小偷？省城有个巨富，仗着财大气粗，平日不把官府放在眼里，正好这次全城搜捕，卑职让他长长记性。嗯，算我没看错人，你有点本事，水头不错，是个好东西。公公，晚膳已好，请公公用膳。知道了。啊！在你干练孝顺的份上，我不妨跟你直说了吧。我要这个七彩玲珑珠，并非你想象的那样穷奢极欲，而是我有大用处。一串佛珠能有什么大用处？曾经有位艺人曾私下说过，像我这种身体不完整的男人，
殡天后一定要用爪哇国的七彩玲珑珠陪葬，聚集万月之精华，聚拢阴魂，方得投胎转世。要不您怎么不远千里来到这里？哼，既然提到了这位艺人，就不得不提这个王超。龙哥，您老跟王超也有积怨。我这位艺人朋友曾经许诺传授我增寿七法，可惜呀，我还未来得及学习，他就被这个青雀王超缉拿入狱。龙哥，以您老的威望，搭救一名死囚，那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哪有那么容易？我这位朋友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鱼玄机鱼道可以，后来此案惊动了圣上，圣上亲旨斩除，我又如何救得了他呀？想当初在京城里，他仗着皇上御赐的声名和那个六扇门蔡全安的诱惑，我一时也奈何不了他。但是今天在这里，萧顺给偷了七彩玲珑珠，然后嫁祸给我们的。嗯，我娘肯定有危险了。月儿，别担心，只要我们把她上交官府，这样你娘和那些被抓捕的人自然就都没事了。你不能总这样啊，你得想想办法呀。哎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是说让那个王超顶罪了吗？那还不赶紧把他抓起来？全城的人都被抓光了，哪有他的影儿啊？啊，再者说了，他是御赐神捕啊，他说别人行，谁能抓住他啊？谁能？大人，王超来了。王超，东西是不是你偷的？七彩玲珑珠不是我的。但现在我把它交还给你。哎，王超，这宝贝果真是你偷的。大人您想想，如果这东西是我偷的，我还会站在这儿？那是那是。这么说，七彩玲珑珠在潘刺史手中，那还不赶紧交出来？王超说东西是他追回来的，他要亲自交到钦差大人手上。大胆！潘刺史，钦差算个什么东西？本公公位高权重，与皇上朝夕相处，潘大人
难道说我没有资格把贡品带回交给圣上吗？下官岂敢小看公公，只是那王超他坚持要把贡品交到钦差大人手上。刺史大人，贪赃枉法、暗通款曲可是罪加一等，请公公稍后，一会儿王超就到，到时候我让王超把贡品交到您的手上就是。王超见过大人。青雪老弟，不必拘束，请坐。是。这个潘世鹏，此人如何？你把贡品交给他，是否妥当？卑职只是一名小小的捕快，和刺史大人并无深交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毕竟是本州官长。按律，我应当将追回的贡品交给刺史大人。再者，我也想让刺史大人拿到贡品后，尽快释放那些被无故关押的民众。不愧是御赐神捕青雀，为人公道正义，真是令老夫钦佩。将军您过奖了。走，现在就去刺史衙门。将军且慢，王超不能跟您一起，我毕竟现在还被当成贼人看待，请容王超一人先去，将军您稍后再去也不迟。好。刺史大人，你要让本公公等到什么时候？要不下官这就派人去找。这个时候的王超早已经远走高飞了。不用远走，不用高飞。我王超来了。青雀，东西呢？刺史大人，你贼王超，你没听到公公问话吗？我王超从来都是奉旨办案，我只知道朝廷钦差，并不知道什么公公。大胆狂徒，你想找死？王超啊，公公乃御前重臣，你把贡品交到公公手上比交到钦差大人手上更加稳妥，拿出来吧。刺史大人，难道你王超，那东西明明就在你那儿，拿出来不就完了吗？还想血口喷人呢？公公，公公，你看，他想诬陷本官，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小捕头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来。钦差大人，没想到刺史衙门再不起来，梁公公也在这。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当然不能，只不过内人出宫，当有令牌。敢问公公可有啊？刺史大人，五日限期已到，遗失贡品可有寻回？贡品在他身上。你，韩大人，红姑娘，进来吧。走，
过去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。多亏了这位姑娘带路到刺史府上走了一趟，要不然你这个堂堂神捕亲却又要再次被妖诛陷。姑娘，还请你仔细看看，昨夜你看到的是哪两位？就是他们两个。疯丫头，杀了你！梁公公，怎么样？我看还是和我一起回京，灭见圣上吧。告辞了，大人快走。走。
京城天下美食汇集，到时候我带你吃遍天下所有的美食。太好了，那你答应我每天都带我去吃。柔儿，等等我。你们两个这个没良心的啊，你们两个去吃好吃的，老娘我呢，想把我饿死啊？啊，伯母一定要带着您一起去啊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皇上，那皇上封你那牵牛位是给你一千头牛吗？娘，那牵牛位就是给一千头牛啊。那幸亏是个牵牛位，这要是个驸马都尉，还不把你给气死了。我去